家好，我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三明治，做法食材都特别的简单，还特别的快速。大家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可以做一个，自己带着路上吃。然后我已经做完了。干吧，配个饮料，它都挺好的。里面还加了苹果，家里剩下不多的食材都加进去了，苹果、鸡蛋、火腿、生菜，还有面包片就可以做了。尤其是那个酱呢，芥末酱加美乃滋，很棒。拜拜。